们运动员一般是说憨，对，憨臭比较多一点。你回答你怎么看我？郭宏志加入全明星宇宙，当面开唱前杰 CP， 干掉两位前辈。先别问一代名要扛几楼，看来香的不止前杰，还有白米饭啦。十五号前杰 CP 出席新节目首播记者会，旅美职棒好手郭宏志也在阵容加一喽。阿诗说，先前被曝入主全明星四，小小郭真有此打算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，小潮的记录就靠你。不敢啊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如果你不在，可以说，因为他坐我旁边。我觉得当领队的话，你一定要帮忙干掉两位前辈。前姐，我是真的有点害怕，但是如果真的是小小郭哥的话，我先看一下你前面的表现再说。还是如果引领第三队？可以啊，如果大家是有这个意愿，然后薪水够高的话。我们运动员一般是说憨，对，憨臭比较多一点。你回答你的，你看我。其实你们从小都是这个观念。甜点算是香还是臭？我还没闻到。甜点香啊，甜点是笑容又那么甜。哇！哇跟弟弟两位在第一季跟那个第三季的表现，他们两个哪一个表现比较好？我讲对不对？一个是开高走低，一个是渐入佳境。我这是。实力相当，因为两个人都两座 MVP。但是我还是要替王子说，因为他受伤了很长一段三周的时间。因为像我们，对，像我运动员，其实你再回复到床上的时候，你不只是好像看起来没事，其实你是会害怕的。当然就是会怕再度受伤，会可能会害到团队，就是会心情会比较是这些顾虑啊。对啊，谢谢小杰。哇，这长青竹，你带一对长青竹啊！两边看，就从超过百岁，那个保险额度可能要高。